我们回到郑州第一天呢下的馆子，第二天呢去吃的家庭聚餐，这第三天了啊，一样啊，还是家庭聚餐，只不过今天吃的是火锅，家庭火锅，这连续喝了两天酒了，今天估计还得喝呀。郑州之行呢再玩个两天就要结束了啊，咱们也该回老家了。这个披萨呢是昨天六六要吃的培根土豆披萨，还有李阳要吃的榴莲披萨，今天正好买了，我们有做到哦。走吧，走。听说好多人都要你这个衣服的链接呢，下架，一脚陷进去、好玩，真好。我是外卖员，上门送披萨的。Hello， 我们来啦！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六六嘞！今天家庭火锅。谢谢。羊肉卷，牛肉卷。这还有他们狗毛里的。全是肉。哇，真好看呀！你别说，你别说，他有小姐人了。有蝴蝶，哇，真好看呀、啊！在河南吃火锅必不可少的调料，这是芝麻酱。啊，香啊，这个料。什么东西？蘸料啊。这是蒜泥。是啊。那里面更香，那里面是芝麻酱。我喜欢。我想你惹人逗我玩，然后没想到你还真买。我不是逗你玩的，我是真买的呀，你尝尝。怎么可能逗你玩呢？是不是？很好吃的，这是榴莲口味的。这个是我，这个也是我。这个好不好？你昨天说的榴莲，但是。你叔叔跟你说，那买榴莲披萨你说行？你说让吃榴莲是吧？啊，你没说榴莲披萨吗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你别吃我的。还有芝士，这个是单独给你买的，你先尝一块儿。里面还有菠萝，好不好吃？我这榴莲弄的还行。咱俩一人一半，好吧？我这一半，好吧？那我这一半。今天想买啥就买啥。我才有十一块，然后我爸又给我转了一个月零花钱，十块二十块。我吃的粘在一起了，你看到没？好吃。那都凉了，留两块，然后回家再热热吃。哇，真聪明哎。没有，我就拿一个就行了。试一下。爸，我买一双筷，放个筷子。这卷卷蛋，单筷一筷子呗。我喜欢的片。这不是米条。好吃。搞点这个。这个是直接蘸了这个芝士，你尝一下。蘸蒜的。这河南多蘸两个。啊，多弄几个，多弄几个。好，行了。这蘸一下，蘸一下。有。你刚才看那桌上，你们几个是哪个有？我不想吃。刚刚包的肉。嗯。咋了？中午一块，中午一块。干啥？你不爱倒的干啥？行。我喝一口。我干喝一口。干。再喝一口。再喝一口。你干嘛？哎呦！人家
年年头俩，有年头不多，年头俩也没管，年纪到了，这不是。呀。